然后这是只能显示 PDF、TXT，还有那个 PDB 也能显示。这个也是自带的一个那个电子书阅读器，当然也可以自己装。哦，这是一个 PDF 文件。横屏的话，它就是正好显示一页。这是字体。然后还有跳页，目前，这些是除了 TXT，还有那个 PDB 都不显示说明。这个 PDF 显示说明。然后 TXT 的话，自带的这个浏览器有一些打不开呢，可能是文件比较大的都打不开。TXT，可以设置字体大小、跳页、书签、书籍信息。也可以旋转。转成竖屏的话，这样一个手拿着，差不多吧。这样翻页也还行，挺方便的。都忘了这些哪些是 PDF，哪些是什么 EPUB。然后 TXT 的大一点都打不开，好像是几兆以下的，一两兆以下的，一兆以下能打开。这是 PDF 漫画。
翻页响应速度比较慢一点。那我竖屏的话，竖屏可以直接这样翻页。像翻书一样。这个也是 PDF 的吧？这个是国家地，这个是一个一两百兆的吧？那我是因为上次打开过了，所以它有那个记忆。现在才56页。